你不用看路的吗？老板，不好意思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不好意思有什么用？全部集子都被你摔坏了。老板，这样我看你集子也挺好的，我给你买一点。好好，买一点是吧？好好好，那你挑。嗯？老板，可以了，帮我称一下。嗯，5斤，刚好25。老板，你称准不准啊？这么一点就5斤啊？你这是什么话？我这都成千做生意了，好不好？少你一两，我摊我都可以送给你。我只是随口说一下啊，准称就可以了啊。你别笑，这么一点5斤啊，我就不信。哇，才2斤多，那臭不要脸的足足少我一半。老板，你刚才称了几组不够称？你都吃了那么多了，那肯定不够称啊！我一个都没吃，足足少我2斤多。我做人最讲诚信的，你还要不要？你不要的话，不要在这里妨碍我做生意。知道你算我倒霉，没见过这样的老板。老弟怎么了？买这个鸡子啊，足足被老板空了一半。还有这样的老板啊？没事，老弟，看我的，走。老板，我看这橘子挺好的，多少钱一斤啊？美女，我这橘子5块钱一斤，来，你的袋子你自己装。老板可以的，帮我称一下。美女，6斤，30块。30块，老板，你这称准不准啊？什么话？我做这个最讲诚信的，少你两，我摊都可以送给你。这话可是你说的哈，老弟过来，老弟把这放上来。你看，我跟我老弟的加起来一共才5斤，你卖给我的就有6斤，你说这怎么算嘛？你自己带过来的秤，你那个秤肯定是不准的。还说我这个秤不准？你看你做了什么？你自己说少一两，这个摊子就给我。老弟，开始走。